花莲县园艺花卉商业同业工会今年度开办了园艺治疗的课程，邀请到开南大学健康照护管理学院的院长郭玉仁教授进行授课，利用接近植物和接近自然来改善生活的行为，达到生理心理上的健康。而工会也辅导学员们取得园艺治疗师的执照认证，让学员回到职场的时候能够多一项专业的技能。各行各业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现在人的生活压力与精神情绪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休闲产业多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借由亲近绿自然的生活方式，让压力造成疲惫身心，获得情绪纾解以及恢复精神健康的状态。因此学习透过绿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人们寻回健康的方法更显得相当的重要。目前在自然疗愈当中，园艺治疗是一种能够促进身心健康的休闲医疗活动，具有纾解压力、促进全人性格正面发展的价值。园艺治疗就是它的定义叫做利用园艺跟园艺相关的活动，来让一个人得到幸福。那园艺就是蔬菜、水果、花卉，这些都是一般的我们的百姓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东西，非常生活化。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幸福，送幸福的，所以幸福就是生理、心理、社交、认知、职业训练。所以凡是需要生理，例如说像一些需要肢体复健的，我们就可以教他种菜，这也是一个叫做生理上的效益。有一个人得忧郁症，我们就可以给他有颜色的东西，像花卉设计，这个就是。一个人需要社交，亚斯伯格症，我们就给他一些处方，叫做比如说花艺设计，说心事，让他能够去把心情给他抒发出来。有一些受精人、更生人或是智能障碍者，他们需要职业训练，对不对？要一技之长，我们就可以教他种菜啦，做维护管理啊等等的。那为什么叫园艺治疗？治疗就是要透过前后侧的评估，我们才知道它有没有效。好，所以就是因为园艺非常生活化，所以现在就变成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课程。而这项课程是由花莲县园艺花卉商业同业工会办理，并且邀请开南大学健康照护管理学院院长郭玉仁教授为学员们授课。四天丰富的课程加上讲师生动活泼的解说，让学员们是受益良多。带给我们就是做中学，就是边学然后我们也边做，那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带到我们，例如像我的工作是针对卫生局高龄友善或者独居老人社区关怀的部分。那我有想说要如何把老师的这些教我们的这些过程如何应用在我的社区或是部落上面。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常会说生命影响生命，那我觉得透过园艺治疗这个课，我觉得这个生命就不再仅限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植物每一个植物也都是有生命的，就是人也是能够透过跟植物的生命有一些互动，而且甚至是人能够透过植物的一些向光性，然后它的生命力，然后去得到就是生命当中很多的反思跟互动，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个五张的卫生纸，很神奇吧？花莲县园艺花卉商业同业工会也辅导学员们取得园艺治疗结业证书。CST 认证园艺治疗师认证，让学员回到职场的时候多了一项专业技能。园艺治疗师认证课程赞，记者纪宏毅，花莲市报道。